弦映月是瞎子阿炳的传世之作，现在由陈刚先生把它改编成二胡与弦乐合奏，乐曲时而哀怨，时而激昂，最后在那淙淙的泉水声中表达了作者对往事的惋惜，对将来的无限憧憬和向往。
下面呢，他要用板胡给大家演奏一曲《俏皮泼辣妙趣横生》的板胡独奏曲《月牙五更》，这是陈刚先生根据东北民歌改编的。Thank you.
光明亭和空山鸟语是刘天华先生的另外两首经典名曲，由郑德仁配器，他们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中国文人那种宁静豁达的心胸，又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二胡的各种技巧。下面就请听。
下面请听由陈耀星作曲，周洪德配器的二胡独奏曲《战马奔腾》。Thank you.
人生啊，人生，你就像那不回头的江河，流去的是水，留下的是泪。下面就请听由陈刚改编的二胡与弦乐合奏《江河水》。
夜深沉是一首著名的京剧曲牌，它有棱角，有风味，更有一种叫人精神抖擞的民族气魄。下面就请听由陈刚改编的京胡与弦乐合奏《夜深沉》。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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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在今天美的旋律节目时间里，我们要向您介绍几首新颖的室内乐。现在你们听到的是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民族器乐曲《二泉映月》。乐曲就像潺潺的泉水，绵绵不断，如泣如诉，表现了民间音乐家阿炳对美好大自然的无限爱恋，以及心中的万千愁绪。这首脍炙人口的二胡独奏曲已经成为中国民间音乐宝库中的精品，几十年来被改编成民乐合奏、小提琴独奏以及弦乐合奏等等各种形式。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作曲家陈刚改编的二胡和弦乐协奏曲《二泉映月》。作曲家陈刚独具匠心地把中国民族乐器二胡与西洋乐器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结合在一起，这种新颖独特的组合既保持了中国民族风格的神韵，又大大地丰富了乐曲的表现力。乐曲中由二胡演奏的主题与弦乐映衬的背景相互穿插呼应，充分发挥了原曲旋律优美、委婉动人的魅力和诗情画意般的意境。
室内乐二泉映月，演奏的乐队是去年十月才成立的上海室内乐团，可以说它是上海乐坛上一支最年轻的乐队，但是它的成员都是些经验丰富的演奏员，他们来自上海各个乐团，而且几乎全部是各乐团的首席和副首席的演奏员。这些音乐家们利用业余时间集合在一起，为了共同的音乐事业，不计时间，不计报酬。在上海交响乐团指挥曹鹏以及上海音乐学院陈刚的努力和组织下，热情地为观众服务。这支乐队一出现在上海的音乐舞台上，就以其娴熟的技巧、默契的配合以及浓郁的民族风格赢得广大音乐爱好者的欢迎。下面要请大家欣赏的是另一首根据京剧唱腔改编的室内乐《打虎上山》。在这首乐曲里，京胡与弦乐器以及钢琴结合在一起，既保持了戏曲音乐的韵味，又赋予音乐以新的色彩，所以取得了别具风格的效果。领奏的演员就是刚才担任二胡领奏的陈杰斌。这位年轻的二胡演奏家曾几次在全国全军的民族乐器比赛中获得第一名，并多次出国访问。他的演奏技巧全面娴熟，感情丰富真挚，获得了中外观众热烈的赞赏。
就像是交响音乐中的一只幽兰，散发着沁人的清香。上海室内乐团大胆尝试和创新，充分发挥室内乐的功能，并运用新的表现手法和结合中国民族乐器，赋予室内乐以新的意境，使得观众也能更加易于接受。我们期待着上海室内乐团有更多的好作品问世。Thank you.
Feature amongst the ensemble instruments the ahu, or the two-string bowed lute. The first piece is called H1, Spring Reflecting the Moon, and the second one, Birds Twittering in the Tranquil Mountains.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virtuosic pieces recently composed by Yu Tianhua. The soloist is Miss Chung.